4月27日消息，酷比魔方今天正式官宣了 iPad 50分钟爱平板电脑新品，将搭载 8.4 英寸全贴合屏幕，采用 Out Cube OS， 支持 4G 全网通，将于5月份上市。海报显示，酷比魔方 iPad 50分钟爱机身采用直边边框，系统方面支持自由分屏，一屏多用，支上下分屏及左右分屏。酷比魔方 iPad 50分钟爱采用一块 8.4 英寸1920×1200分辨率 FHD 加护眼窄边屏，采用 NCL 全贴合工艺，后置单摄像头。酷比魔方 iPad 50分钟爱将支持 TDD FDD 双 4G 网络，支持中国移动、联通、电信三大电信运营商 4G 4M 卡直插，同时支持 Low LTE 高清通话功能。官方称不支持同时使用两张电信 4M 卡，不支持电信 SIM 卡 2G 通话，电信 SIM 卡可开通 Low LTE 进行 4G 通话。酷比魔方 iPad 50分钟爱平板还将支持官方版保护套、键盘、手写笔等配件。4月27日消息，酷比魔方今天正式官宣了 iPad 50分钟爱平板电脑新品，将搭载 8.4 英寸全贴合屏幕，采用 Out Cube OS， 支持 4G 全网通，将于5月份上市。海报显示，酷比魔方 iPad 50分钟爱机身采用直边边框，系统方面支持自由分屏，一屏多用，支上下分屏及左右分屏。酷比魔方 iPad 50分钟爱采用一块 8.4 英寸1920×1200分辨率 FHD 加护眼窄边屏，采用 NCL 全贴合工艺，后置单摄像头。酷比魔方 iPad 50分钟爱将支持 TDD FDD 双 4G 网络，支持中国移动、联通、电信三大电信运营商 4G 4M 卡直插，同时支持 Low LTE 高清通话功能。官方称不支持同时使用两张电信 4M 卡，不支持电信 4M 卡 2G 通话，电信 4M 卡可开通 Low LTE 进行 4G 通话。酷比魔方 iPad 50分钟爱平板还将支持官方版保护套、键盘、手写笔等配件。